有些人没钱也可以很快乐，有些人有钱却眉头紧锁。其实这就是心态。有多少人在逆境中微笑，不是因为他自大，而是他有一个良好的心态。你有一个良好的心态，你总会看到阳光。如果你心态不好，即使万里无云你也踌躇满志，不怕没有结果，不怕没有方向，就怕没有希望。无论面对什么心态很重要，没有一个好心态，你就没有一个好未来。我们看到多少人在逆境中崛起，而我们又看到多少人在逆境中轻生。人这一辈活着，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心态。我们经常看到报道说癌症的患者奇迹般了活了多少年，其实就是心态。如果那一刻你放弃了自己，我想你也就是放弃了生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